小兰啊，嗯，我洗好了，快去洗啊！叫囡仔先去洗啦。囡仔拢洗好去困啦，敢那像你无洗尔。哇，我搁等一下啦。啊，你咧创啊？我甲你讲。我若今日哦，咱去过干妈店的路线图，也佫有配送的数量，我拢记录起来啊。啊，加上李太太予咱的资料，我拢写入去标书内底啊。新村配销这条路线若要标到，应该无问题。我毋是甲你讲过啊，咱无迄个材料吼做这种工课啦。啊，像咱讲的话，你拢袂听啦。啊，是你家己讲你要创业啊？我感觉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嘛。咱先去标看卖。卡苏若真正标到钱的问题，我来想办法，你毋免烦恼啦。对啦，啥物代志交你处理吼，都拢无问题啊，你上有办法啦。奇怪，是去咧去啥哈？啊，我安尼做，啊，毋是拢为着你。要借十万块，无问题。看你当时要用，随时来给我摕。头家妈，真歹势吼，啊，进前甲你借的钱，拢还袂还完呢。嗯，是要歹势啥？你要给我借钱，就表示讲恒春的工程已经标到啊，应该欢喜才对啊。啊，你要给我借钱，有甲明基参详过无？啊，厝内代志哦，拢是我咧烦恼啦，伊无啥咧管。小兰。你来讲都唔对哦。一个家庭，不管是甚么人咧管钱，你要做任何决定，拢爱先甲明基参详过啊。一个查甫人是天，查某人是地，地袂用管过天。所以天地若是倒变，咱这个家庭就会乱去。头家妈，我知影啦。啊，新村配销的工课若标到吼，我会甲明义做伙参详，征求伊的同意。嗯，等候新村的工课若是标到，啊，公司的代志你着交予美华去处理。你去新村甲明义斗三工。头家妈，多谢你。恁两位为故乡开车过来，一定真辛苦吼。袂啦，以前吼我嘛常常送回来遮，惯习啦。安尼就好。啊对啦，我姓罗，啊这边的人拢叫我罗进嘛。罗进，我是负责配销所这边的出货啊，甲迄落清款的代志。我伫遮嘛做足侪年啊呢，啊所以李太太特别甲我交代，叫我甲恁照顾。啊，恁有无了解的所在，啊是有需要帮忙的所在，尽量甲我讲，免客气哦。罗姐嘛，多谢你。莫安尼讲啦，啊都还袂甲恁斗三工着嘞。李太太这几年拢照顾因大家官，所以真少来这边，所以公司的工课都较无人监督，出一寡状况啦。这你放心啦，若是话阮来做吼，阮一定会足认真去做，绝对袂有遮个问题。安尼是上好啦！我头一遍看到恁，都感觉恁两位是足认真的人。啊，不过我是建议恁留一个会当做主的人在遮。啊，无若是像李太太哦，甲啥物代志拢放予司机乱舞吼，到时阵出代志，阮还阁写一堆报告呢。绝对袂啦，绝对袂吼！阮拢已经安排好势啊，到时阵哦，我会留伫遮负责。好，安尼真好。对我笑嘞。我拢安排好啊，你放心，安尼真好。罗先生，哎，麻烦请两位过来一下。哦，好好。阮主任请您过去，来。哦。哎，主任好。主任您好。两位好。这个标书。这份标书是我做的，啊，你看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，我可以直接说明。标书的内容啊，我都仔细看过了。这个。配销的路线的计划，
还有这个杂货店出货的时间的统计啊，哎，都做得挺完整。上一家公司做了这么多年，都没有这份资料来的完整。谢谢主任的称赞。不过，卡车的资料是不是还没准备好啊？我这标书里头没看到。这是我的书，卡车资料可以马上准备好，随时送过来。叔啊，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。那行，等缺的资料准备好，你随时可以过来签约啊。主任，你误会了，是我们陶哥跟你签的。哦，你们是夫妻嘛，谁签都一样。林老板，以后就麻烦了。不要这么说了，以后还要麻烦主任多多指教。多多指教，没客气了啊！哎，谢谢。咱根本就无钱买卡车，你奈甲主人公，咱自己就准备好了。我都已经先甲头家妈借钱啦，啊，卡车我嘛拜托公司的人替我找好啊，敢那剩交车甲办车籍资料尔啦。歹势啦，啊，我无甲你参详，我都大主大意做决定。卡叔，你若无赞成，我甲头家妈借钱，那呢，咱甲别人借嘛是会用的。你都这么有自信，咱一定标会到。啊，我标案做这么侪年啊，啊投标进前，我拢会先评估，看是毋是会当标到啊。啊，配销这个工课，我都感觉标到的机会真大，才会先做准备啦。明雅，你咧生气哦？唔是啦。我伫想讲，我伫做人的心路啊，啊，别人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啊，想袂到即卖吼，我变做头家啊，袂输民房同款的。小兰啊，你搞念者，念者。哎，哦，听，你遐遮大了要创啥啦？会听哦。嘿啊。我那呢都毋是你民房啊，林老板。林老板。林老板，林老板你好。哦，你好。你好，哎，这是我的美景。爸，你今仔才去扫涂骹，垃圾拢飞起来啦。安尼我毋是七月倒啊，甲伊啊，毋是拢白痴啊。你是笨蛋哦、喔！当然是爱先把口罩扫好，才去桌顶啊。你无代志，写紧是要创啥？笨蛋。去厨房来扫啊，紧嘞！我欲找你才来扫。先叫你毋看我做，我做啥，恁对咧做就对啊。你真赖皮哦、喔！明明就是你平摊。安尼恁是毋是安等我一下哦、喔？妈，你看大兄。恁三个人莫吵啦，啊！等一下，妈妈买红豆汤给恁吃。耶！啊，你是伫个啥？啊，就拄只吼，我讲买红豆汤给恁吃。哦，小兰啊，这环境袂歹呢。哎呀，啊，厝细吼，嘛无讲真贵啦。上对啊，是离配销所阁真近哦。嗯。啊，不过吼，都是离厝内上远啊。离配销所近哦，较重要啦，啊，你做事较方便啊。妈，我今仔甲爷爷甲爸爸住在遮。我嘛袂。啊，恁住伫个遮，明仔上课要安怎？坐车。坐车要两点外钟呢，啊，透早五点就要起床，恁敢爬会起来？背起来！恁背会起来吼，我背袂起来。哎呦妈，拜托啦！我想要住在家啦，妈。好啦，先听爸爸讲啦。爸爸若是放假吼，就会回去厝的。啊，到时阵就带恁三个出去佚佗。啊，无今仔日吼，你还先乖乖啊，甲妈妈回去厝的，吼。妈，莫哀啦。等恁考试了后，放假的时阵，我才带恁来啦。啊，不过。爱看谁最乖哦，我才带伊来。无乖的人，我就把伊留伫个红山顾厝。妈，我啦，我
上乖啦。妈，我嘛真乖啊。妈，我嘛就乖啊。我知啊，恁拢真乖啦。啊，不过即摆吼是看谁先把红豆汤吃完，到时我谁就上乖。好。这杯牛奶哦，给你饮啦。好嘞，多谢。爹嘛哦，阿姊夫今日歹回来。伊留伫个新村整理物件啦，阿佩少个工课若一开始哦，都无时间通好整理啊。哦，小玲啊，佩少个工课若开始，我就爱去新村斗三工啊，阿姊三个囡仔就爱拜托你照顾啊。你放心啦，啊，厝里甲囡仔个代志交我就好啊。啊，不过你去乡村，安尼高雄公司的工课要安怎？我已经先甲头家妈请假啦，啊，公司迄边，卡顺若真正有啥物代志，我才转来处理就好啊。阿姊，啊，你安尼高雄乡村两边走，你也毋是超人啊，你袂忝哦？忝嘛，哪会袂忝啦？我常常忝到哦，啥物代志拢无想要插啊。啊，不过。我哪会可能无插啊？林村配销的工课是恁姊夫的事业呢，我若无加斗三工，啥物人要帮忙伊？你毋是有请一个司机，互姊夫带迄司机去做就好啊嘛？袂用的啦，我会先替你姊夫哦，甲配销处的人甲关系拍好口，以后伊做代志较方便。哦，姊啊，你安尼管伤济啊啦，你会忝死你家己的啦。好，加载我有你啦。啊，若无我才真正会忝啦。哼，你即马知影我的重要吼？啊，来啦，这给你拎。